是嘞。我唔知后边。你唔知好恶吧？是你真好，你害死俺。我害死。敢唔是？是你真。我亲眼就看到我阿爸甲你救，叫你卖走，结果你外头都走，害我阿爸镜头叫压起。你是不是知影这情形？才走去面起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你讲啊，我亲阿爸不是面起，伊是去坐监。谁家？呀！呀！就是安尼，阮清风啊，被判七年徒刑，今仔日才敢说出来。福伯啊，后来发生的代志，阮清风拢不知。阿红姨，这么多年啊，你哪拢无甲我讲啊？我足济摆足想要甲你讲的啦，但是我逐摆去甲陈凤阿辩话，伊拢叫我袂使讲。现在唔好我知影。我无想要耽误你的青春啊！我想要耽误我，敢讲你抓住你心中啊？我都会当当作什么代志拢无发生，继续过我的生活，去找别的查某人。你给我当作是什么款查某啊？我只是希望你会当过了幸福。幸福，我替你担心，是妈妈都唔知，